唱得很好，对，很经典。因为 Makio 有一种那个稚嫩的味道，对，那时候十几岁，那最可爱的年代，对对对。而且他翻唱这首歌是我跟那个主任叶明志去拍的 MV， 是这首歌的 MV， 就满满的回忆杀。从一个人有哭有笑，因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。小梦，今天放学过后可不可以进去一下下？哎呀，不行啦！而且要是被我妈知道的话，肯定把我杀了。而且你忘记了吗？我们今天要留在学校补考，哎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。没关系啦，进去进去一下下就好了，一下下就好了，好不好啦？进去一下下，我们交往这么久，对不对？不要一直，我可以进去你家家一下下就好。不要不要。再不然，我探个头进去一下好吗？探个头。小妹，你放进去一下下。万老师家也很久没有人来一下下。好啊，你们后面有两个空位置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啊，今天哦有两个转学生来，我们来看看是哪两位新同学，好不好？好好，我们先来欢迎一下第一位的新同学，小陈。啊！东东我笑一雄，我是男子汉。人是感觉你刚这样走出来哦，你应该有很多故事呢哦。没错，充满喜和乐。好了，不要再开玩笑了啦。我好好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这样不行吗？同学，自我介绍一下啦。大家好，我是热门高中八年七班转过来的新同学，我叫小陈啊。你们可以叫我手枪怪啊。因为我在那个军训打靶的时候，我每次都是满分，所以同学都叫我手枪怪了。然后我的兴趣呢，就是到各大的模铁去研究啊，去做一个探讨的动作，并且我会在模铁里面呢进行实体的运动以及操演。所以我想要在我们学校开创这个模铁研究社，你要不要加入？要要，我加入。来，我们是高校呢，我们是高级中学，是高级的呢。OK OK， 哎，你还没满十八岁，那个什么模铁社那个不行啦，好，禁止成立，不行不行。那没关系，那我创办直笛社可以吧？直笛好，直笛音乐。对，这是有渊源的，因为国小的时候呢，我音乐课的老师有一个老师叫吴老师，吴老师，他觉得我很有直笛的长才，所以我就一头栽入了直笛的世界。然后我在国小呢，大家都叫我是啊，情欲小迪哥。小迪哥，哎呦，好粗，好粗，等一下，不是小陈同学啊？哎，这个直笛哈，我今天其实真的大家都知道，万老师也不是教音乐的。好，而且先收起来，先收起来。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同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别急啊，谢谢老师。小迪哥，不是小陈，你那边坐。我们再来欢迎一下我们另外一位转学生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他。Call me Rich， 同学们听好了，各位，你
们要知道，这整间学校你们的桌子、椅子、制服、包包，通通都是我爸爸买的。我爸很有钱，是这个学校董事。除了同学之外，万老师，哎，我怎么了？听好了，我听好了，我听好了。以前的你只是一个白老师，后来变千老师，我爸爸来之后，你才变万老师。这个同学怎么那么嚣张啊？家里有一点钱，然后眼睛就长到头上去了。对啊，有钱了不起哦。对啊，凭什么瞧不起人呢？你根本狗眼看人低嘛。真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人眼看你狗。好，不要吵啦。那平常老师怎么教的？就是大家要和睦相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今天去回坐座位，座位，哎，座位。老师这里酸呢，有穷酸味。哎，别这样子啦，勉强先坐一下，先坐一下。我刚刚讲哦，那个道理，我二十几年前哦，麻辣鲜师里面我已经都讲过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的，你知道对不对？小陈，小陈，小陈来，你来，你来。好好好，我跟你讲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这一根筷子的故事很重要。来了，这个我知道了。来，筷子，你折断它。来了，折断，折断，一根嘛，是不是容易？哇哇哇哇！好，不是不是，哎，不用嚣张。哦，对。来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给他，再给他。那这一根呢？哎，对对对，这一把，这一把，这一把，折断。这一把，注意看呐，折不断的啦，哎。来了，哇 ，Let go， 来哦。不是，老师再给我点时间，不然像我演不下去啊，老师。有了，有断了。老师怎么这么轻易就折断了？小迪哥，你也是。小迪哥怎么样？好厉害哦！什么事情？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你也可以折断吗？你好随意。拿出来了，拿出来。这个我的，这个怎么？这个怎么？没事没事，带甘蔗来干嘛？今天是来做他挤的啦，他挤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这甘蔗为什么有一种味道、啊？老师，这个上课不能放进去。霞霞，老师，他上课在那边那个，难怪那个偷吃甘蔗。难怪你刚刚说你的位置有穷酸味，就是这个酸味。你是不是偷吃甘蔗？没有，我刚只是放进去嘴巴一下下，我想起来了。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好了，回去做。这个太难吹了啦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说哦，这班上同学不管是新来的还是原来的啊，我们就要和睦相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现在在看彼此不顺眼，有没有？一个骂一个，一个骂一个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说，他们两个啊，就是从一开学哈到现在二十几年了，有没有？就是看对眼了，哎，他们都有可能是彼此的初恋哦，初恋哦，真的哦。
Makio 唱得很好，对，很经典。这首歌唱得很经典，因为 Makio 有一种那个稚嫩的味道。对，那时候十几岁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十几岁那最可爱的年代。对对对，有没有啊？结果你又重新翻唱过、啊。对，在2019的一个 EP 里面，2019还在唱，好多好久不见呢。而且他翻唱这首歌是我跟那个主任叶明志去拍的 MV， 是这首歌的 MV。就满满的回忆杀、啊。铁人也是好久没见。对啊，好久没上。好去哪里啊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有在工作。有拍那个 Iron Man 嘛？ Iron Man。还有小凡也是好。